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黄奇源，欢迎收看老总的趋势观察。本周全球的趋势，首先我们来看啊，像科技业现在要用很多的核电，这之前我们节目呢也有提过。那美国的这个能源部核能办公室说到2050年的时候要增加2倍啊，还要把火力发电厂转型成核电厂才够。所以你看，它不只是建新的核电厂，它把火力发电厂也转型成核电厂啊。那第四点呢，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核能发电的国家，有94座核电厂啊，是在全美国去年用电呢是18%啊，所以核电的话，它必须要增加2亿千瓦。那美国呢，必须要再建2050年前要建200座核能反应炉。那这个三里岛核州的，它叫这个宾州的三里岛，它要建2028年的时候 ，Constellation 能源公司啊，它也要重启它的核电厂。所以重点呢是这个美国现在需要很多的这个电，然后传统的电不够，一定要走向清洁能源，特别是核电，然后呢火电厂也转型成核电。